去年一月，苏花改动工，政府宣示要将苏花改做成模范工程。一年多过去，苏花改却遭遇阻力。这个山壁小地震啊，大地震也会零星的落石。那我想请问，部落居民陈情要求苏花改停工，一个过路村庄为什么担忧害怕？苏花改又遇上了什么难题？五月七日星期一晚间十点，公视13频道《我们的岛》播出苏花改的难题。